他来了，他来了，他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祥子。最近有非常多的网友拍摄到了丁禹兮在和虞书欣一起拍摄网剧《月光变奏曲》的路透照片。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这一次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也会有非常多甜蜜的小细节。从路透照里面曝光出来的抓拍瞬间，我们就可以看出两个人的眼睛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啊。不知道这一次两个人的初次合作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前一段时间在非常多的消息放出来丁禹兮即将搭档虞书欣一起出演这一部甜蜜的电视剧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网友十分的期待两个人在一起合作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了。随后这一部电视剧也是投入了紧张的拍摄日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最近两个人都基本上在这一个剧组合作，剧组的路透照片也是非常的多，也让我们看出两个人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饰演的一对小情侣确实是非常的甜蜜了。作为这两年在娱乐圈里面发展非常不错的演员，虞书欣拍摄的电视剧里面的演技真的是无可挑剔的。而在前一段时间凭借着和赵露思一起拍摄的电视剧《传闻中的丁芊芊》在娱乐圈里面大火的丁禹兮，在这一段时间也有关于他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作品的视频透露出，可以看得出来接受过专业演技训练的他在演技这一方面也都是非常厉害。虞书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通过华策影视成为了青春有你第二季的一名女性练习生，在最开始他与大家见面的时候获得了非常多人的议论，有些人认为虞书欣这一次的人设似乎有一些太作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个做作的女生在后来给我们呈现了非常多十分优秀的舞台，也让我们看到了她从最开始相比于其他练习生在这一方面比较劣势的地方在后面慢慢的被发挥出来，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女生为了成为一个女团里面的成员真的是费了非常多的心思。而在这之前虞书欣就作为演员拍摄了几部非常不错的电视剧，虽然她的评论并不像是其他演员那么千篇一律的好，但是也有非常多的人实喜欢她真实不做作又有一些可爱的性格。而这一次搭档的丁禹兮也是非常多的网友十分的惊喜了。丁禹兮前一段时间凭借着传闻中的陈芊芊在娱乐圈里面大火，获得了非常多的女粉丝，在他的抖音作品里面也有非常多十分帅气的作品放出，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男生在演技以及颜值方面都是算是娱乐圈里面比较高的了，可以说是未来可期呀。最后希望两个人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的合作可以非常的顺利，也期待这一部电视剧早日与我们见面吧。 And 他走了他走了，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